什么什么？你说 Skulls of the Shogun 骷髅幕府将军 Steam 上面秋季特卖卖超便宜的啊！时间过，你现在才讲啊？你说要捡便宜要买手机版的啊？那不然是多少？什么150？哎，超便宜的！还没有玩过的玩家，赶快起来看游戏介绍吧，好玩哟！正如游戏名称 Skulls of the Shogun， 这款游戏就是要玩家扮演骷髅幕府将军，在战场上大杀四方。本作是在7月底于 PC Steam 上与 Xbox Live 上推出的有趣小品，这次的秋季特卖当然也少不了大降价一番。不过今天要和各位玩家介绍行动装置版骷髅幕府将军们正式杀上手机 APP 啦。故事叙述，玩家死后加入一群幽灵武士的部队之中，在异界将会遇到各种魔法的动物和僧侣，还有许多幽灵士兵，而玩家将和奇怪生物所组成的势力背水一战。本作采策略回合制的游玩方式，每个单位都有不同的特性与属性相克的元素，占领不同领地也有不同的特殊功能，游戏性十足，最多还可以支援四人同时连线进行，价钱也比 PC 版和加机版便宜许多，有兴趣的玩家们赶快上线付费下载吧。